在越南太阳是不是很大？就是很热，还是说，哎，你们怎么没有被晒黑呀？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？我觉得你们都很白，哦，我妈妈每天天都说我很黑，是我吗？比她白。你看我就比你黑呀，嗯，没有，你好白呀。我这个是光，是开灯的，我觉得很奇怪你们，因为在赤道啊，太阳都比较大嘛，对吧？容易晒黑，但我发现你们都很哦，白。因为我们这边保养很多，他们会用很多方式来保护他们的皮脸，皮所肤，以都很白。会保护皮肤，嗯，皮肤，嗯。皮肤对，不出去，不晒太阳，是嗯，对。吗？在胡志明市，那你那里不冷，我们这里很冷哦，啊，这边好热。是啊，对呀，你们没有冬天，哎，我上次，你们越南朋友告诉我，你们没有寒假的对吗？嗯，对，我们没有，天天都热，没有寒假就不热放得出假，汗。就是有暑假对吧？嗯，暑假，嗯。你们暑假2个月吗？我们这边3月，但是现在小朋友们平常常常没有暑假了，因为他们要学习。哎，还没有暑假，那你们一年要学几个月？嗯，我觉得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请假。2个星期 这样就的完吗？了。那越南的朋，孩子太辛苦了。我们有3个月，我们一年有3个月的假，寒假、暑假，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家。对，是啊，是的，嗯。但是中国孩子也很辛苦，他晚上也得上课，晚上要上课，晚上你们要上课吗？晚上？他们有，但是不是在学校，而是在中心学习他们想学的也是会，科。那个是自愿的，我可以不去嘛，对吧？去想用越南语说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教你。我最近在 YouTube 学了几个，但是读的好像不对，比如，我那个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看我读的不对，巴恩拉给，对吗？嗯，不是不是，不是吗？哎，我写错了吗？怎么读？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对啊。板凳来的，哎，怎么？板，板，板，嗯，板，然后呢？板，n，灯，灯，灯啊，对，我怎么会 n 灯？对，板灯，啦。啦，几 Z，啊几，对，板凳了几啊？对了嘛，嗯，对了，对了，板凳了几啊？板凳了。那鸡，OK，鸡，那个是那个鸡是鸡，对吧？嗯，鸡对啊，对，对，我们是读歌，呵呵，鸡啊，嗯，鸡，对。鸡是什么的意思，对吗？鸡，那个，今天是，homie，今天。home night 啊呢啊啊对对对 Homnight 啊对 home night home night home 哎 home 夸是吗？哇哎花哇龙，啊对，对对哇对，夸对，
对子用越南语说是 long，对，对，用越南语说是 long，long，对，long，龙，ROI 对吗？龙，龙啊，哎，我那个对了，对了，我学过，对了是，龙，龙，sorry。东蕊，对，蕊是对吗嗯？A 啊 A ，A，A 啊 A 啊 A 个个。个，个个个个，个个这个好，和羊，对吗？羊，应该，羊羊羊，这可可对。了么呢？哦。不会，这个是这是二，二，这个是不不不。不，这边是我了色特对，乌对，这个等一下哈色，呀。